像这样子的一碗海鲜冻饭，用这样子的摆盘的方式，我觉得餐厅大概价位是200左右。那在你们那边这一碗要多少？120块。你少开玩笑了，120块。它的寿司，它的番茄的香跟甜，大方而大而辣。我觉得这道其实是一个老少咸宜都会喜欢的螃蟹。第一名的旅游节目30台爱玩客。